不管今天嘉宾是谁，他都不可能会赢我的。都给爱丽丝。破格答对了。这条哈，可能是碰哥的送婚题啦，还是？因为哈，我这种有买过一株企业。你这人啊，经过迄个负责的风波了吼，头脑会受伤。面色蛮凝重呢，是，我到底要写什么名字啦？无，这吼碰个叶文吼，哎呀，哎，我应该给你猜。哎，我第一次在我的平台被别来宾嘲笑。来，碰个公布答案。明楼少家开锣鼓。是吗？这是中文音乐剧《川娥》的主题曲。我哪有答啦？啊，这碰个黑了啊！原创呢？这里下来。碰个原创啊！剧本，歌是梁月玲老师作词，哲宇老师写曲。你给我也要原创剧本？你给我要写剧本呢？哎。碰个拍过四部电影呢。对啊，才亏那么多啊。不是这个你要看川渝啊，川渝啊，是冰鬼回来了，一身银马冰封，思念伴月光，人不下家，马不离花，千里呀北风，回到初相逢。欢迎各位朋友参加我的节目。这节目叫什么名？台湾的声音。你还直接进入别？刚讲破格搞我疯。你还进入别的平台？气死！应该都有听过的，有，你歌词写的何必又何必，何必再等你？哇，孟哥联想力超好，其实那个答案是不对的。对，我也觉得他这个脸一定要截图。刚刚是主歌吗？当然不是，我怎么可能一开始就可以听主歌嘛？没有那么简单的。是前奏吗？哎，前奏。好，没安内吧？我 English 吧 ？Of course, why not? Introduction. Thank you very much. 什么意思？好了，不要再废话，我们听第二个提示。Yes sir, yes sir. 知道了，你麦来哦。哈哈，你可怜哦！没啦，我知影啦，这条我知影啦。对对吧？一定是。我没听过你这一首。是张雨生嘛？碰哥又猜对了。不可能吧？是的，是张雨生。来来来，出示答案。哎，碰哥，你有答案了吗？没有没有没有，我在想那歌名啊。还在那边。后面杨培安有在翻唱。他到了取名的那一句了。哈，来一起公布。陈轩的温柔，你要讲出来。永远不回头。碰哥答对。永远不回头，不管天有多高。可是刚刚听到的是，我不想再接受这一种残缺的温柔。我们好像没有演这样子的旋律呢。谁？有啊，有。这是唱什么？李爱玲啊。既然你心里有别人，就请让我自由。你有出过唱片？你刚刚是一块宝，对不对？我是在减肥咯。自由啊，自由！这条要演奏一下嘛？哎，爱演奏一下，这个大家听一下哈。Thank you.
啊，你不是讲无人拍赢哩？我唔知影要安怎，我即摆就歹势。好，你频道我来做。嘿，我你顶来做好吧？对吧？52.8万订阅，会使不？安尼娘。碰哥如果去做街访，你应该问十个，只有0.1个人不认识他。欸、他你一定比我红啦！因为我快变街友了，所以跟街上的人特别好。对，我快要住在那边。我未使做潘德勤，我周一老师来一讲，门外嗯来对，哦面必吃。你有红到要这样吗？哦不要了，哦百几人排队啊！哎、欸，不是，是借住这样。我想讲你以为自己是张惠妹、蔡依林，结果是假，好让夸掉啦。够了。啊，第八题。你不是在比赛，为什么你要靠碰哥？我让这个节目能够运行下去，今天的主角是碰哥，不可能那么燥吧？整集都靠他了。第二个提示，好 ，OK， 第二个提示。OK， 我写好了。我知啦，对的，对的。你要公布答案了吗？我知道这，但是我不知道是什么。正确答案。江老师，你会不知道这首曲子？我知道，但我不知道名字哎。你要求不？长亭外，古道边，芳草碧绿连天。晚风拂柳笛声残，夕阳别梦寒。夕阳山外山，这一集真的是让你整个形象这样子完美呢。我们这首《凤蝶》呢，让大家听长一点点，好好听的。嗯，好来。这个歌多么的优美，古代的诗词很厉害，就是那个意境写在里面，景色也写在里面，感觉也写在里面，跟着感觉走，让它带着我。你要见到《告家回忆》，就在不远处等着我。谁的歌？跟着感觉走。苏芮。我到目前为止，我真假可怜哦。其实有一个人已经淘汰了，对不对？有一个人已经淘汰了。你真的阴暗啊！已经被淘汰。来啊、哦！来，提示来哦。我知道它是那种日本歌，有点进行曲的味道，跟日本有关系。跟日本猜对了，但是不是日本歌？可以再唱一点。第二个提示。好。是有反败为胜的气势哦。我只知道歌词的这一句。你可以歌词给我提示。没关系，没关系啊。歌词提示我。没关系，先不用。不用不一定会对。我一定在演完咧，未晓安尼吼。演完咧，想我安尼，啊会结婚。哎，我审美了。用枪。我这样有对吗？不是这个，又不是，不是。可是真的有一句是这个旋律，很像，但还是不是。我猜的是，千万不要把我来忘怀。可是不是，偷人的话，你觉得这个曲子会变成进行曲？这个真的路边的野花不要采。路边的野花，你不要采。等。还有第三个提示，有最后一个提示，拜托。好，来一起来。
说嘞，你这都搞笑啊！不是这条我会晓唱，但是我唔知歌名。唱两句来听好吗？嘿，你唱两句。无，嘛袂晓歌词。哦，没有你知影。你嘟嘟嘟嘟嘟。不能忘。哦，这种老的啦。是。啊，可能这条歌出来的时候，你姜老师还没出世。啊，不要不要。我一定还没出世啊！我这少年调，我是少女嘞。一个人一直讲家己少年，就是幼稚啊。这题算我们两个都没答对，这样好，老师你公布答案。好，这条叫做台湾光复节歌。你现在问他说江小姐十月二十五号是什么节？十月二十五你也不知道，你现在够前男友的生日吗？不，节日，节日国定假日。哦，我不知道。日本有跟日本不是占领过台湾吗？后来不是投降吗？台湾回收回台湾吗？所以台湾光复节。你知道就卖给那不勒去光复节，是啊，你不知道吗？我一次把你们全部拉下去，你们演的是四个，你们光复节知道哪一天？我现在觉得我被排挤，你怎么可以考民国三十？凤哥，我们一起讲哪一天？十月二十五日。订阅一下啦，老师，我再要给你的前奏，搁盖好我吧，我来接落来。哎呀，这条来。让人行到青春命，嚼嚼念歌送人行。通用的啦，都可以啦。溪水清清，叫人行。现在变纳卡西的感觉了没？就万真乐团，你看工作纳卡西，是你，是你，看不到地方，我跟你讲。来，最后一首歌，最后一首歌，来，这个江老师唯一扳回局势的，唯一了。感谢你今天来担任我的嘉宾。老师，可以直接来第二个。好，来，直接来第二个。好，来 ，I know，OK、okay。我不行了，我要随便乱猜了。来，哎，两个都一样啊。啊，哎，两个都写夜来香。夜来香，哎，也太厉害。开始多少高？出多少高？第三个字是对的，的音是对的。香积城。来，赶快给最后一个提示。你讲不爱相信我写，相思河畔正确答案。啊！不可能！今天碰哥完胜呢，啊！太强了！好，欢迎各位朋友来挑战哈！啊，这个挑战专线在这里，一定卡海通会对你阿公。这种梗真的只有碰哥会犯得到。不，这些不能怪你了，因为这些歌其实我跟哲宇老师我们那个年代的。这一集就是来被霸凌呢，我真的。这你会唱吗？自从相思河畔见了你，无限的痛苦埋在心窝里，我要轻轻地告诉你，说什么呢？不要把我忘记。两个秋风无情，我的坠落的恨，春人。好，算了，我算了。今天完全让你表演到。我没有在表演了，我只是就是作答，正常发挥。那所以碰哥现在要弹竖琴了呢？没有，碰哥指挥好了啦。好啊，碰哥指挥。什么歌？
升旗典礼啊，那时候马英九担任总统，我们有一位可爱的刘湘慈小姐担任司仪，要下去吧，啊，她就在司仪台上面啊，现在马总统正在慢慢下台中。